今天首位登场的是一名二人转学员，他的唱功能否让名师为他打开师门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车佩东，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抚顺，我是一名二人转的一名小学员，从小就是在这个演艺这个圈子里长大的，然后也从而也就喜欢上二人转，喜欢上了演艺。我有我自己独特的唱腔，也有独特的唱法。这次来到名师高徒这个舞台上呢，我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一下自己。希望四位老师给我打开师门，多多支持我，加油！小伙子真帅气，沿着这一块随便没招了。从前啊，处的好啊，哎呀哎呀，东邻西舍啊，多少。十一二啊，那咱你才十二三啊，咱俩就像亲兄妹，常在一块大咧咧，连兄弟帮我，我帮你挖挖取麻菜呀，哎哎哎呀，贤妹你教我呀，拐过那个九连环呐、啊。在河边一块烧锅，烧过那个野鸭蛋呐、啊，有个双黄的，他非要给我，我都还有水音呢，挺动听的。朱家儿我伴娇妻，我伴夫难呐、啊。有多少知心的话不能当面谈、啊、我高山拜师把书念，我家堂有点柔，来在周家湾，兄妹二人难见面，一晃就是好几年，没想到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，你连我出阁这才二十八几年。原来是男孩。现场所有的观众老师们，四位导师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车佩东，今年19岁，家乡来自美丽的辽宁抚顺，是一名二人转的小学员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叫东东。我的这小鸭蛋唱得不错呀。怎么想起唱反串了？因为从小嘛，我就喜欢唱唱歌唱唱戏之类的，在17岁的时候我就接触了二人转，刚开始是上下庄的，但是有一次一个演出队，然后需要一个反串，那时候也没有人啊，我们那个老师啦同学们都说我，哎呀这小伙子长得挺秀气的，哎长得挺好看的，说给我办上问问我可不可以，我说试试也行，而且我从小他们都知道我特别喜欢李玉刚，而且特别喜欢反串这门艺术啥，然后我给我办就上去了，上去之后效果什么的还挺好，有个大娘说，哎呀这
这小丫头长得可真好看，真秀气，整场演出掌声也挺激烈的，就挺有成就感的。那你唱二人转这个唱反串，这你家里头人都什么态度，支不支持啊？这最开始当然是特别特别的不支持。有一次啊，我就回家，我爸正吃饭呢，拿筷子正吃着秃噜面条呢。我说爸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想唱反串。我爸说，啥玩意儿？唱反串？你正经八百的一小伙子，你不干，你干什么反串呢？说儿子，你干这玩意儿，边上的左邻右舍啥的，你看干这玩意儿，你爸可没有脸的那的，他就特别就烦那种。而且我爸呀，他是也是干我们这行的。你也是演员吗？我不是，我是民间艺。他也懂这行内的一些，说啥也不让。然后那你后来这工作怎么做通的呀？我爸有一天也想通了，就找我谈了，说儿子，那个你要干这个，爸也不反对你了，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台上做戏，台下做人。要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。如果你要是想好好把这个学，就给他学好。你应该支持。现在就支持了，要送名师高徒来了，是吧？是啊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，阅人无数不如这几个名师指路。我希望这些老师来了以后，谁能把我儿子给收了，去他那给个方向，让他在艺术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。哥，那反串你唱多长时间了呀？反串唱了两三年多，也两三年啊。对，哎呦，那你真的是天赋哎！一般的孩子会练好长时间才可以练那个，才可以唱反串。老师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啊，就是说你现在这段戏呢完成的还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是你刚才上台这一唱，我乍开始也以为你是女孩，但是三四句之后我说肯定不是女孩，因为就是声音高腔的时候就是有点声音不通透，你下来的时候还好，但是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拖不住气，但是别的都很不错的，真的很不错，我很喜欢你，我也希望你来我的团队啊！完了，咱们一起把二人转发扬光大。我说呀，这个车佩东是吧，我希望你上我团队，因为咱家有学校是吧，会更加把提高你，这不管你是唱上装也好，唱下装也好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在艺术造诣上能会让你更上一层楼。我的一部电视剧马上要开机，这电视剧是什么呢？名师高徒之演员的台前幕后。他面对哪个选手都这么说。我说的是真事儿。你听着音效一出那个声音就知道这事儿是假的。你看看你说这话也是假的，可能是他就那一个音效，没别的音效，就是假的。来吧孩子，来选，拿出你的选择。我的选择是拥有独特唱腔的车佩东，得到四位名师的一致认可，让四位名师为他打开了师门，他会选择加入哪位名师门下？我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光老师。你就来到我学校了，我也会把小波老师啊、舒平老师啊，包括我们的孙中红老师都请到咱学校来去教你，你看怎么样 ？OK， 加油，老师，加油！恭喜车佩东成功加入孤望战队，愿你能凭借二人转反串艺术独树一帜，成为最璀璨夺目的一颗明星。接下来向名师高徒舞台走来的是一位来自吉林松原的二人转演员，他的唱腔能否打动名师？大家好，我是一名二人转演员，我叫王天天。很多人都说我这嗓子不适合唱二人转，我还是喜欢这行，所以我不想放弃。小河你啊，
矜持点儿。他半句就整了。方是在说爱上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乔木宝吧，把新妆铺上了啊，高帘纸张啊，上写着上写上啊，阁下迎望啊，请新妆。分别后啊，各居远方啊，有生日没见面啊，我们心中念想啊，
老师们好，我叫王青青，来自吉林省松原市，一名普普通通的鞍转演员。哎呀，我的妈亲哎！嗓音真好啊，甜美又高亢，这也太让我惊艳了。这嗓这个好啊，实际上我一听，哎呦我去，这家给我兴奋的，他第一声就把我镇住了，是吧？刚才吧，这个听你的声音啊，嗯，一开门的时候，嗯，刚。我跟严老师，我俩有一个严老师眼神一沟通，嗯，一交流，然后听声音呢，应该是特别娇小，又特别瘦弱，是吧？这样的哈，这对，结果一打开人，哇，好魁梧哦！这叫富态啊！对对对，哎，你没发现吗？他的唱戏的声音跟他说话的声音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对对，两公嗓啊，两公嗓，说话声音刚才包括我自己都是，就是说话声和唱的声都不太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能听出是你声吗？他关键听不出来是他声了。就是，你说就他现在这么一说话，你就往这一站，你说谁寻思？你听不出来是他唱的，那么亮是吧？听不出来是他唱的。嗯，听不出来是他唱的。那你唱这么好的话，跟你说，你早就应该来到这个舞台上了。对。为什么早火了？早火了是吧？对。为什么一直都没来这舞台？别提了，老师，说实话，我第一季就想来了，服装啊，几号几号来，我都准备好了，然后结果没来了，出个意外没来了。什么意外能？能？就是前年啊，就是下乡演出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啊，就是演出的时候就是一个农用车，然后那个开车的时候车翻了，连人带车都翻了。受伤没吗？受伤了，我生平第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啊，就是小腿骨折了，自己躺在那儿，就是感觉腿动不了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骨折，我就感觉我得截肢，我得瘫痪了，这辈子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医生来了，120来了，我见着一个医生，我见着一个大夫，我就把人手攥着，我说大夫，我说我能不能截肢？我就哭着问人家，我说我是不是得截肢了？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我说你说实话，我能挺住。然后大夫说没事儿，你是最轻的。啊，对于人家大夫来说，一个小腿骨折是最轻最轻的了。对，啊，得养一年，一年到两年。那你要是躺那么久，那不耽误很多演出吗？不是光耽误演出，就是想过弃行，想过不干了。啊、都想过弃行不干了。嗯，就是当时就是感觉我自己点儿特背啊，就感觉我唱这么多年二人转了，差不多从学到唱差不多十多年了，就感觉二人转没带给我是任何好处，还带给我一身伤，我就感觉不干了，就是在家养了差不多一年吧，啊，然后就确实不干了。后来干什么了呢？那你不干干啥呢？不干了，我就找我朋友，我就是得找点轻松的活，我就找到咱们长春了，就找那个看监控，这轻松。对，这个轻松。然后我就感觉特好，开开心心跟我朋友俩人搭伴去的，结果到那一天我就给人扔那，我就自己跑回来了。一天扔那干了，我就感觉坐那我就感觉不得劲儿啊，你说就坐那嘎子就看着监控眼花缭乱的，你感觉待着太没有意思了，我就自己就给他扔那，我自己就回来了。后来又干嘛了？这回走得更远，上南方了。这回我上南方电子厂，电子厂就是拧螺丝了或者拧个小件了，都是手机上的配件，特小，但是时间太长了，一天差不多12个小时，我坐在那儿，哎妈，我就是还没等干呢，我到那儿又画。我从小从7、8岁开始我就喜欢这行，到今年我20多岁了，26了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为这行付出辛苦，我想必须回报的时候应该慢慢会来的啊、嗯！以前的罪不能白遭，不能白遭罪，就是这样想，苦尽甘来嘛，是吧？今天为什么来到这舞台呢？弥补我上次吧，尤其是再有这么多的好老师，然后呢给我点评点评，然后呢教教我这些东西啥的，所以我今天又来到了这个舞台，我想把二人转这行好好的走下去。孩儿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这段戏完成的非常好，梁子戏唱的真的很棒啊！就比如说第一句啊，叫红娘看过来呀，啊，这都非常好。但
但是我就感觉你哪一块呢，就比如说这骂我哈哈的时候，嗯，如果你罗着唱，你这词啊和你这个情绪接在一起，我感觉要比这个好多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是我对你的提的一个小建议啊。好，谢谢，真的很美，你声音真的很美，清脆，哎，真好听，亮丽，嗯，声音再放开一点可能更好一点，他现在还是有点，对，没太打开，他就捏着唱，嗯，但他先天这个条件好，条件特别好，哎，真好就好，能看着他有功底，他应该是个全面演员，听他说话觉得是个彩蛋，完，一提唱花旦，没问题，是吧？那来吧，我们四位导师都给你开门了，究竟选谁？你希望你把眼睛擦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刚才这段，其实咱俩能唱，咱俩能唱。我跟杨老师也能唱。你这你不能，你现在不能唱夏装啊！我们是专业的夏装啊！我可以跟他搭架，和孙老师我们都可以跟他搭架。就你要唱专业的呢，孙老师给你唱；你要唱梁子戏呢，我可以跟你唱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团队有搭档啊。他的专业可没问题。那不一定。他以专业唱没问题。你们团队有搭档，能有导师搭档，他有他亮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我实在不行，我找童老师啊。对呀。拿我调侃。我们直接就搭档了。咱俩这从身段呢，从这从体型啊，那场片啊，那啪啪那一脉象，指定。尤其我特别注意你的眼神。我有说话也是，就啦啦，眼神有点，反正你眼看见也没总往上挑，人家是走戏，你是邪性，啊，你眼神是邪性，他比你长得大，不对，比你长得大，你俩不合适的，我就。你那个稍微矮一点，对，孙老师搭的好，是谁矮？孙老师，秦志平老师个矮不？你看人家唱的，不正意思吗？啊，是你这意思是，这给我气的。老跟我抢啥呀？就咱俩第一句，就咱俩唱第一句，他就来好，嗯，是不？是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这意思是你刚才这个夏装第一句没来好？来没来好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说那意思，如果你在我团队的话，咱们可以就唱了。你想要怎么去教你怎么唱，我可以指导你啊。孩子，你现在呀没有搭档，你上我的团队来呢，我有很多的唱梁子戏的搭档，而且都唱你那么好，我太喜欢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俩都把孩子吓住了，给你。选不选择再凭你自己，但选择绝对是重要。选择成功了，你就向成功迈向了一大步。哎，对，你说这话我不跟你犟，孩子，你眼睛可得擦亮亮的。睁开慧眼，不是说犟起来就好。对，知道不？我跟杨老师我们俩半天不吱声。什么叫实力？不用吱声，他没啥说的，知道吧？我没有强。我们有强大的团队，就听你们俩叭叭的。上专业团队，圆你二十段梦。再说一小孩，借你一双慧眼吧，好好擦亮双眼看一看。到我团队来，手把手的教你，而且一定会让你有一个重新的飞跃。来吧，做出选择。来吧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我的选择是。看我的第一下门开的好不好使。面对四位老师的激烈争夺，拥有高亢嗓音的王芊芊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严淑莹老师，好使。我的第一个门开的好使。你看你们这些叭叭叭叭叭叭，就说人家叭叭叭，完了，女高音的二人转。两句话，你好好唱戏，我无私奉献，谢谢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！恭喜王芊芊选择了自己心仪的名师，愿他能不忘初心者。我叫苏宇，我人生有两大爱好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安装这个职业，第二就是汽车。不管什么样的汽车我都喜欢。这两个爱好可以说是我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所以说这次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做到一个人生想要的那个高度，希望我接下来表演会成功吧，希望自己越来越好，加油。
脑袋，一个劲儿吃不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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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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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呀！叫相公啊！我的大嫂啊！大嫂吧，相公啊，大嫂吧，相公啊，大嫂吧，不臣不臣来朝不正啊，不臣不正我背着飘请，我问相公你的家住哪儿啊？高音了，高老庄上有门庭，你不听我去吗？你家什么名啊？大嫂啊，我父是有名的朱老员外，是吗？我母名叫朱美容，一母所生哥八个，我是小老疙瘩呀，我叫朱能，我的大嫂啊，叫相公啊，哎大嫂啊，哎叫相公啊，哎大嫂啊，相公啊，大嫂啊，相公啊，哎大嫂吧，相公相公相公，哎大嫂大嫂大嫂啊，我家有好地儿。白赏是金子，银子又成撑着大嫂跟我成婚配，怎么样啊？不管你朝天每日每时每刻有吃有喝有穿有戴，把你来疼我的大嫂啊！孙大圣一听，有妻有夫这呆子真能瞎胡蒙，你可是那个金金翅？家里我跪倒在地儿，眼睛冒金星儿。治肿瘤，国文医院真不错。本栏目由国文医院冠名播出。治肿瘤啊，国文医院真不错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。治肿瘤啊，国文医院真不错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。来吧，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各位老师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，我叫苏宇。唱你挺专业啊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现在自己经营了一个汽车美容工作室。那怎么又突然想起唱二人转来了？你不已经咱汽车美容了吗？因为从小就是喜欢二人转这个行业，然后在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吧，就是那个时候家家都是有收音机的时候，然后我就非常喜欢听二人转，非常喜欢唱喜欢跳，父母啊包括爷爷奶奶都说不如去学一个二人转也是门手艺，毕竟二人转现在也挺受欢迎也挺好，然后我去学了二人转，踏上了二人转的道路。二人转唱几年了？之前一直在剧团里，得有十多年的时光吧。你在剧团发展怎么样？发展还算是可以吧。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做什么事都想较个真儿，想把它干好，然后也就是正是因为我这个劲儿，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和信任。前几年也是参加了一次二人转的汇演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吧，得了一个个人表演二等奖。哇，不错不错呀。那你都得奖了，你应该把这个二人转应该是从影中，为什么还要改行去做汽车美容呢？因为这个吧，这个两大爱好都是我必不可少的。第一大爱好干了十多年了，也想尝试一下第二个爱好。因为毕竟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很短暂，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怎么说，有些人甚至自己的爱好一辈子因为某种原因都无法完成，但是我这辈子有幸这两大爱好我都能完成得了，我何不不拼一把试一试。你在那汽车美容店里都经营什么呀？就是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汽车隐形车衣了，包括玻璃膜了，包括车身改色了，包括灯光升级，还有车身的汽车美容一系列的所有项目，几乎都差不多少都有。我就想问一下，那这些活都你干的吗？对，因为之前我都有专门去学过一段时间，然后我这个人有一个小天赋吧，也算是过目不忘的本领。就比如说这个我家有一个项目叫灯光升级，这个项目里边所有零部件安装是一块儿，再一个就是所有涉及到一些汽车电路问题，
这个汽车电路问题知识面很广，我一天都没有学过。正常来讲，要是师傅手把手的教，正常最低得10天半个月才能学成。我只是看了一周左右吧，我就开会了。言外之意就是他特别聪明，特别聪明。而且我觉得他确实是很有追求的一个。看起来他在汽车美容方面，你这钱挣得也挺翘啊。你为什么今天能够站到这个舞台呢？你是想回归二人转吗？有这个想法，因为这个汽车美容行业也算是慢慢的逐渐走向了正轨，也是慢慢可以脱离开我了。毕竟二人转跟随我这么多年了，我也不想把它舍弃掉，我也舍不得。他给专业团待过，是吧？是在这基础上，我会让他更好。啊，我这些人不说瞎话，我可以让你肯定会有个飞的那个感觉了。我要飞得更高，肯定让你别给带跑偏了。哎呀呀，谁碰的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我是刚才跑去碰上了。哎哎呦，为什么给关上了呢？光完了，哎，弃权了。我重开啊，我重开，我弃权了。完了，这事儿不好意思，我这手有点欠了。手按上了，我再给你开。不是怎么的？还带着那个？还在扯什么？干啥？不是这事儿你就弃权了啊？咱们跟导演说这事儿忘弃权了，对，弃权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这刚才我不小心，我这是跟他我俩就因为打，不是因为这激烈抢你的时候，一不小心碰到我开关了。我以为把我拒之门外了呢，这是。你看看，不是一不小心，孩子你得细想啊。你说我们都坐着说话，我们怎么拍的呢？就是啊，对吧？我们也激动，我们怎么拍呢？所以说实话，他对你有点想法的。所以说我感觉你不能进他这个团队，你应该进我们的团队。最起码我们这三位老师没给你关门，是吧？我没有想法，没想法。这是尊重你。第二呢是喜欢你，第三呢是爱护你，第四还是喜欢你。赵老师说的有道理。那个汽车美容和二人转肯定两不误。对，咱们肯定两不误。而且吧，说实话，您上台也特别有台缘。如果您真不唱二人转，白瞎了。就包括你这声音也特别好。我跟你说，男演员找你这个好嗓子，几乎是没有。啊，对，真的，他也少。跟我一样，好像很难找这个。不是，属于稀有。不是，这是你夸你自个儿呢，还是夸选手呢？该说不说，你的颜值确实很高，就是我俩是不是很般配？确实颜值很高，但是我希望你来到我旺旺战队。咱不光要唱二人转，而且咱们还要做汽车美容。我告诉你，你上我团队，我会给你做代言。哎呀，你说一个男人，你找女人代言好吗？好啊，汽车美容代言吗？啊，那你找两个人代言不更好吗？不是四个人代言不更好吗？你这玩意他已经弃权了，没话说。对他，你他都弃权了，他还搁那还说呢？我不是弃权，是你们在弃我的吗？特别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气质和形象，男生像你这种高个和气质的真是不多，声音也很好，而且唱的特别的标准。我就觉得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似乎找到了一个搭档。真的，因为我觉得不是这话又是让佟老师听的，不是我不怕得罪佟老师，佟老师因为有总导搭档嘛，他快找着了，吴建新我也赶紧先找一个，先预备着呀。你不能就是我教一个我气一个，我认为那不应该那样。那我没有，佟老师先找的，我后找的。啊，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，我一定会让你在二人转这个道路上能走得更高更远，因为可以教你唱腔、表演，包括你的扮演人物，包括你的一招一式，在我的团队一切都能重来。所以说，希望你来到我的战队，也希望你为我争口气，把佟老师顶下去，我就开心了。那个也苏语啊，跟苏语跟你说，知道怎么选择，啊，有共同之处。那憨好啊，那不对呀、啊！上我团队，我可以跟他搭档啊。那你那个，哎，这事我同意。我给他找搭档，来吧。这样，我们说一千道一万，都说我们自己团队特别好、哎，但是能不能做出你最后的选择？来，做出选择，请选择。眼睛擦亮点儿。借你借你一双慧眼吧，好，擦亮。老师，耶耶耶，好，哎呀，纯爷们儿，纯爷们儿，加油！我肯定会让你有个质的飞跃。好，
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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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苏颖成功加入孙中红战。